货车五羊高架爆胎，翻转三圈坠落15公尺桥下，吓死人了！前方的小货车突然失控往右偏转，整辆车弹跳翻转三圈后，越过护栏坠落约5层楼高的桥下。如此惊险的一幕让后方驾驶担心车上人员的安全。两个人因轻伤送医，母亲是头部外伤，目前意识有限，儿子比较轻微，就是身体多处受伤。这对母子好命大，他们今天下午3点准备从新庄送货去杨梅，行驶中突然左后轮爆胎，才会失控翻车坠落到桥下。看看小货车都折成 V 字形了，两人只有轻伤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突发中心真是命大报道。